今天是1月3日，2021年。今天不说国际形势和中美的强弱对比，也不说男女喜忌和今日出生儿童的未来运势。新年刚过，圣诞灯火开始撤出，大部分人的心已经进入了2021年。人类所有的活动其实最有趣的一面就是对未来的无知，否则世界大乱就会开始，人类的发展将是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景象。一个故事，一本小说，一部电视连续剧，如果过早知道了结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场悲剧。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正进入新年的时间是立春之后，而立春才是中国人进入下一个新年的节点和起始。在这新旧叠加的时期呢，许多人开始了对新一年的思考和揣摩，世界上也有许多预测大师也开始兴奋了起来，频频推出对新年的预测和见解。就中国来说，历史上有许多对新年的推算内容和方法，而最具权威和代表性的就是推背图。2021年是辛丑年，在推背图中，辛丑年是巳科卦。巳科卦呢，它是《易经》64卦中的第21卦。巳科呢，的意思就是上颚和下颚这个交合、咀嚼。火雷巳科，巳科卦，刚柔相济。这个卦呢是易卦，是下震，下面是震卦，上面是离卦，是震离相叠。那么离为阴卦，为火，为南方，而震为阳卦，为木，是东方。用梅花算来看，就体用和数象基本对比来说，此卦稍微有一点不吉利。体本就像是被客方吃颗咀嚼了一般。简单说，对于一个国家，法治是政治的根本，那对于一个世界，规范是繁荣平安的基础。为排除障碍，保障善良，建立及保持秩序，各国首脑不得不采取不得已的形成手段，这就是科卦。那么世界首脑呢，也不得不采取奖惩的批律手腕。罪恶必须及早加以阻止，扼杀于摇篮之中，以防止蔓延之势。当采重罚主义，以小惩而大戒。2021年，也就是辛丑年，对于东方大国来说不是好年头，其主要原因是该年金水过旺，金克木。虽然木需金克方可成器，但灾难深重的中国大陆本来就命弱，在成器的同时也会遭受重大的伤害和损失。这些伤害和损失呢，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文化上。方位主要是在南方，特别是沿海的那些部位。那么经济呢，主要体现在粮食，所以该年呢，粮食欠收的严重程度会导致多个地区出现严重的粮荒，一些偏远地区呢要出现饥荒，导致事故频发，比如饿死人。那么文化上呢，主要体现是在因为经济上的失败导致政治偏激，从而产生出怪异和悲惨的社会景象。
这也导致各种急功近利的丑陋恶行肆虐大地。再加上洪水滔天，给本来就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雪上加霜。与此同时呢，该年列强们在中国境内的争斗，也导致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会受到破坏。2021年，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的政治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同身受疾苦之人，幸得送饭又送食，是口充服心欢喜，忧愁从此渐消矣。所以，释放出采取重大和惊人的那些政策，以改动力挽狂澜的基础作为基础，欺骗和俘获人心是本年之法宝，并以此，中国政府和中国政治可得万众拥护，造成欣欣向荣之象。当春天来到的时候，在中国大地上会出现许多的新鲜事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也会出具大型大量的力挽狂澜和震天动地的改革以新的政策。年初，新的大型网络和通讯系统或是设备会顺利的投产，这是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胜利。这一个项目是极大帮助了中国人民的信息交流的方便程度，同时也对中国也使得中国政府对中国的通信系统的这种监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能量。还有就是新的合成材料和元素也会在这个时段中顺利的完成，这也是打破了世界新的领域的一项创举。年初呢，中共的最高层会议也会在北京举行，新的经济政策会出炉，新的政府行政规定会开始执行，这些都是新的啊。所谓是新，就是在力度上，这个程度上，都较以往更加的深入和广泛。在教育方面呢，中国的大学体制或者是制度会被新的这个改变，而这种改变的话呢，会影响所有在校生以及千万家庭的未来的走向。在这个期间，台湾与美国的交往会更进一步，特别是在文化交流上，步伐走得更快，交流的程度就更深。中国的话呢，也会与另外一些小国家，特别是一些具备对台湾和美国具备杀伤力的小国家建交。到了春天的后期，会有中国的前任领导人逝世，台海的局势呢也会进一步的恶化。好的是呢，这个世界级的体育项目或者体育活动会在中国举行，并且在此其中，中国会得到好的成绩。在春末时期，中国的战略国际运输系统会成立，这是一种跨全球的一种系统。当然也有不好，就是地震呢会突发在中国的西方。那么夏秋开始呢，粮荒会越加的严重。与此同时，新的农村政策开始建立，
新的舞弊案会被爆出，反习的声浪此起彼伏。亚洲的一些主要国家会签署这个新的经济战略合作项目比如日本呢，包括印度啊。同时，由于中国南方战争级别愈演愈烈，在南方哈，不是在中国的本土，是在南方，那么侵略者已经荷枪实弹、磨刀霍霍站在你的门前，所以中国的军事战备行动会进入新的更高的等级。同时，在进入更高等级和一系列的政策紧绷政策的条件情况下，中国对某一个小岛实行了控制。在立秋的季节当中，许多人会因病毒症死去，并不是病毒哈，会因为病毒症，会因为毒死去。洪水泛滥、塌方等会导致尸横遍野，会死很多人。那么社会的恶行事件呢，比如盗窃、抢劫、杀人等也频发啊。在这个季节里呢，中国会以军方为主力，带动地方的一些艺术爱好者，会共同组建和完成一种大型的稳定的流动的政治性极强的宣传项目和运动。该项目和运动呢，对今后中国几十年的宣传鼓动活动呢，都有重大的影响。一批新的艺术家会被国家奉为榜样，代表中国道德文化的新方向。中国和朝鲜会签订新的友好条约，中朝的关系会进一步的加强，在某一个领域当中。当然，不好的事情是，在这个季节的中后期，会有著名的艺术家逝世，而新的肝胆的肝病会在南方开始出现。此后不久呢，中国第一次的高科技交通设施得以进一步发展和落实，并起到带头作用，成为影响中国之后若干年交通领域的标杆和领头羊。在交通设施等一系列的方面，中国会有新的启动和改变。秋季快结束的时候，中国的领导人与美国的对手和敌人加强了进一步的友好关系，这导致美国会腹背受敌，这个态势已经开始形成。此后呢，作为制衡和条件，一些小的国家会被允许加入联合国。再后不久，因为俄国或者是中国的北方某国完成了一项世界上最具能量的进攻性武器的测试，新的时代在那片土地上开始了。中国感受到了双刃剑的味道，新的歌颂和宣传党的单位和活动能够正式成立和开始，这是又一波政治力量的投入。进入冬季之后，所有之前的活动得以延缓和实现，可是粮荒会更加的加重，煤炭能源会枯竭，新的任务被提到了桌面，古老的文化被重新提倡和发现，许多人会因心血管突然死去，
街头有人突然坠地而亡，洪水和狂风再次泛滥成灾。2021年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本年制定的许多政策和力挽狂澜的行动都为之后的十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今后十年发展方向的指明灯。从此，中国社会将上演轰轰烈烈的团结运动和虚幻的场景，政治挂帅成为了必然。新年快乐。